近年来开始学习编织，也时常透过社群与粉丝分享自己编织的成果照。引人注意的是，近日他在社群晒出自己编织的影片，影片中他秀出自己编织的各种小包包，相当有才华。他每样作品都非常精致。他也透露到自己这些手工编织的包包将会在彩虹天使咖啡屋进行义卖，并在文中开心写下：“每一件作品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诞生，欢迎你加入织妈妈的行列，体验和感受手作的魔法与魅力。”贴文一出也意外吸引前男友景荣在底下留言表示 ：“Sore eyes。”不料该留言却吸引不少网友大骂，表示那就去治治眼睛。不过还是有网友理性说道：“大家冷静一点，他的留言不是指伤眼的意思，应该是称赞姐的意思。因为编织必须花时间，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睛会很不舒服的意思。”意外掀起一阵热议。